母亲节快乐！哎呀，搞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？浪费时间，我去做饭了。不知为何，我的婆婆总是很扫兴。妈，她给你准备礼物了。等等等等，爸给你买了吸烟机啊，这是我和小马跑了好几家商场才定下来的。妈，我爸可心疼你了，看你平时做饭啊，呛得直咳嗽，这样不就方便多了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赶紧出去，别耽误我做饭。不是，你是吃了枪药了？哎呦妈，你这是干嘛？行了，我帮妈做饭，你去把门口礼花收拾了。哦，那点活吃了饭一块干就行了。你跟我下棋去，别热脸贴了个冷屁股。哎呦爸，别跟妈一般见识。没事妈，我帮你。你看我妈做这一桌子菜，妈，母亲节辛苦了啊！妈是挺辛苦，哎，是是是，母亲节还得自己做饭。哦。你给我爸道歉。我没错，道什么歉？不就刷个碗吗？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是啊，一个碗而已，就能看清你们家的男人有多虚伪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上次我过生日，你张罗一堆朋友给我惊喜，老婆生日，本来我还挺高兴，结果呢？结果、啊、饭我做，家我收拾。说，我老婆做。你们喝到后半夜烂醉如泥，吐了一地，我还要像你妈似的跟在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。我累得半死，可到头来朋友都说你疼媳妇儿。凭什么男人每次都要借着给女人惊喜的名义赚自己想赚的面子？母亲辛苦了啊，媳妇儿，我你和爸那点小心思我们不是看不出来，平时不计较是为了这个家考虑，但你没有权利要求一直付出的人永远不计较。算了，和你说了也是白说。哎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你先跟我回家看我表现。妈，我来吧。谁让你做家务的？家里是没女人了吗？凭什么就得是女人做家务呀？你，爸，你到底是娶了一个媳妇还是娶了个保姆啊？妈这样，你脸上有光吗？一个好的家庭离不开所有人的参与。如果男人只知道把事情推给女人，一味的指望一个人付出，一个累死，一个闲死，那这样的日子还有过下去的必要吗？爸。妈为了这个家已经操劳了一辈子了，不容易啊。妈，这碗我来刷。爸，我没办法看着你说言说。陈子啊，谢谢你，真没想到他们能改。他们只是干了该干的事儿。